哎呦，哎，你看看这个，是大人刚给我定做的，半个月才送到府上呢。大人说粉色最符合我的气质了。不过是城主身边的一个掌印太监，平日里不好好做事，还利用城主的声势为家眷谋私，真是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啊！夫人，就是，这话可不好乱说吧。我家大人工作一直勤勤恳恳，兢兢业业的。 不敢谋私利，也没有一丝怠慢，还请夫人慎言。夫人，哎呀，大人，你来了，快！哦，对了，这些夫人说特别喜欢你给我做的这个衣服，要不一会儿把裁缝推荐给大家。好啊，夫人。哎呦，你看。 大人一会儿不见又想我了，讨厌了。回见。什么呀？瞧他得意的样儿。这么着急干嘛？我还没演够呢。坐在这别动，别再乱跑。啊！去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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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城主，听闻白公公的剑术了得，不如让他和侍卫给咱们来一段抚仙城的。